2022年希望天下太平，我们就借这个十月饼能够种植，能够烧钱，希望国家更强大起来。我觉得我们中国是伟大的国家，所以对每个人，从我们五岁的情况来讲，不管老的呀，我这样子靠近80岁的，以前年少的，我这1、2岁的，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。每个性命对国家来讲都是重要的。